姐姐可以请你和我一起拍一个视频吗？谈谈你来越南变漂亮的感受吗？可以。我来这边十天是隆鼻和隆胸。现在我们要帮你再组前板和拖鞋。好，准备了没有？ 刚弄了十天，全身很正常。对呀，自己拿，自己看。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啊！现在好看，很漂亮。好了，鼻子，你感觉鼻子怎么样了？漂亮。真的。你过来越南了10天了。 然后你感觉我们跟他们医生给你照顾你什么样啊？啊，照顾很好，真的吗？真的。谢谢你很多。嗯，那是谁叫你过来啊？我朋友，他在这边弄蛮很好看。然后呢？他介绍我过来。介绍你过来。